这真有草莓，超越，你不是想吃草莓吗？真有草莓。不是，好像有游戏，有游戏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啥呀？害你在心口难开。各位玩家，我为你们提前拟好了一份吃饭禁忌清单。在开始吃饭之前，玩家们自行挑选禁忌序号。源于机将根据序号发给玩家各自的禁忌，请保护好自己的禁忌，没有接触禁忌的玩家将退回晚饭源于猪。选号嘛，我们选号嘛。我三。那我选四吧。那我来个六。我要五。那我要二。我选七。好，那你是一了，你是被逼第一。我是一，我在这节目真是挺精彩的啊，又是一又是一了，我真是支付源于猪才可以享用晚餐哦。啊，直接扣吧。扣我的吧。我扣我跟那个白的吧。扣我的也行，我今天钱没花出去，用我的吧。那行行啊。好一个抛砖引玉，这盛情难却。你们要这么痛快的，我有点后悔了呢。好，用我的，用我的，用的。这个好像今天得自己付吧？他自己得自己付，自己付才能玩那游戏，他跟这游戏有关系。好，自己付吧，自己付吧，自己付吧。我们收到了，我收到了。嗯，有了，有了。游戏开始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多菜。其实有点饿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是，我想尝尝这个白菜。不错，这好吃。这羊肉不错啊。是吗？这羊肉好棒啊。咋了？笑啥？咋了？嗯？你不能说话是吗？嗯，昨天不说话了。他的禁忌是不能说话。怎么回事？这么能说、这么能说的人不能说话，那多稀奇！你靠说话赚钱的人。那你能笑吗？咱想办法让他说话，我觉得。那你能笑吗？你说天天我们六个人的话全让你一人说了，我让你说。真是不能说话呀、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说。不是啊。啊，说明他不是不能说话。每个人都有禁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你的禁忌是什么呀？我的禁忌是不能吃那个最远那道菜，是我的禁忌。我不信，我真的不能吃这个。超越你的是什么？我的呀，我的就是其实很简单。嗯，不叫你们任何人的名字。我平常说话也不叫人名字。啊，这好简单啊。哎，哥，哎，那个啥。那个谁，我觉得他是不是不能超过多少字，类似于那种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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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贤哥的禁忌是什么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不能吃那个带火。啥？我不能吃什么东西？我不能吃不是绿色的东西。你的禁忌是什么？我禁忌是不能给人递东西。你刚才递了呀。我没让你夹到啊。蛋总要夹我没让他夹到啊。你的是什么呀？我的基本应该不会出问题。啥呀？很简单是吗？你选的那个。对，我的不能说出口。一说出来我就失败了，说不出口的那种。怎么说？说不出口，难以开口。贤哥觉得自己今天要把游戏玩得厉害吗？还挺厉害的，我跑得挺厉害。挺厉害。我一直在奔跑嘛。
孟哥呢？今天玩游戏觉得自己厉害吗？你看，他问了两个人了，觉得自己厉害吗？过于了，弟弟，厉害不厉害？好厉害啊！到底好难啊，我这个。你到底是什么呀？真的难，你说出来，我大家帮你完成就好了。那帮你完成了，让你免单。对啊。就是每个人夸自己一句，让每个人夸自己一句、啊、对，自夸。我好美啊，我好美啊。哇哦！你帮他完成了，他算是描述事实那个，也没有任何渲染的成分。你这是夸了啊。问蛋总今天蛋总的到底是啥呀？你到底是啥？我头一次看蛋总这么沉默，想说不出来。我在再看一眼是啥？咱俩的矛盾。咱俩的矛盾。玩家李诞挑战失败。啊？我说了吗？不知道你说啥了。你问我们现在不知道。十分钟内不能说出你我他。我说了吗？我说咱俩的。蛋总，你说了，我再看一下哟。我在。哇！这个挺难的，其实。所以我就不说话嘛。不经意。一说就得说出来。果然还是蛋总聪明，其实。你看，让他回答个是啊，是吧？这一次。我可真是个大笨蛋。我帮你完成了吧？我真帅。来，快帮他完成一下。好。弟弟，我觉得我今天表现特别好。谢谢谢谢，真的好好啊，我真的是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。你是全世界最高的人吗？嗯，那肯定不是。不是，我说这是精神人格，人格也不敢。我可能是说这个在我们元宇宙的居民上我也是最高的。我真高。对，你真高。我真高。哎，帮个忙。白哥是真聪明。我对蛋总真温柔。游戏时间到。挑战失败的玩家为李诞和林墨，其余的玩家可以获得晚餐退费。哎，不是完成了？不是完成了吗？我也说了。请玩家林墨仔细看看竞技清单。来，读错题了？怎么可能？绝对不是。你看，十分钟内让其他玩家夸赞自己一句，夸你。你让我们自己夸自己，理解成了夸赞自己，让别人夸赞自己。那什么，小白是什么呀？不能说任何食物的名。但我刚才提及蛋总，这个，他不是那个，他说那个蛋吗？我也可以食用啊！十分钟内不能叫出任何人玩家的、就是这样、说的还是实话呀。我可能一天都不会叫出任何人的玩家。我这个其实更简单，我是十分钟之内，沉默时间不能超过30秒。哦，这太简单了，对，这太简单，因为大家都是话痨啊。还真的，贤哥这是只能吃绿的，只能吃绿的。孟鹤堂是啥？十分钟之内不可能给任何人递东西，他说的实话，对吧？什么时候骗人呢？要看电影了吗？是，咱们看那个说英雄谁是英雄是吧？说英雄是英雄，谁是英雄？说英雄谁是英雄？哎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剧就是一这个怎么说知名度这么低吗？在场的人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剧吗？哦，这是你们的剧啊。
哦，我看过，我看过，我也看过。哦，那我，我说不了没良心的话。确实没看过。这讲的是什么呀？他跟超越，我跟超越演的戏。哎，那我去付一下钱，我请大家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看电影是吧？嗯，好嘞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游戏发放源于株500。哎，那谁失败了？我失败了。你失败了？我失败了。请你们俩，好不好？什么失败？不用。不用吗？不用，咱就请我们看电影就行了。那你把他俩人先转给我吧。求救信号了，有点感觉。不应该是这样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第八天，小白的人品彻底已经坍塌了。他前七天都是那个绅士、君子、智慧、担当那种，今天就是挖地，道德的挖地，今天就是他。不是，只有你对我是这种看法，是吗？对别人，我对别人挺好。那你跟挖地一起玩，天天能好哪儿？我想给你填满，一头跳挖地里了。来了来了，那就将近一年多前了。老头儿，哎，一个圆鬼，全景交代。感动了，说再来一个。有些是我的故人，有些是我的敌人，他们如今都化作了飞灰。现在都是灰人。灰人，你那匣子里装的是故人还是敌人呢？巧克力。我看电视就这样，特讨厌，忍不住。你就是弹幕。对。打战6分半，还能不能看他俩呀？让我们尬住。哎，就这来了，来，马上出场。你是什么？你是女侠吗？看吧，一个什么大小姐出去闯荡江湖，然后碰到他们，火。怎么样？开的黑吧，看不见吧？哎呦！真的很搞笑。你们是就不想让人看吗？温柔。啊！哦，女儿，你是高手啊！飞夜商人，花生女侠。刚才那一下好淡定，好帅呀、啊！挺帅。对啊，可以啊。走吧，休息。大家一起打个篮球。哎呦！哇，超远的！哎呦！哇！嘿，他老能进，他绝对练过。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白敬亭吗？来，今天这么快乐，我请大家吃鸡。5630，3000吗？估计是。你也吃啊？这手机能摔吗？来来，看我给。走，我不客气了啊！走。嗯，这是歌词吗？心花怒放。有什么资格呀？这三个老人家都猜到了。咱们可能没听过。我完全都不知道。完全不知道，太尬了。这个肯定都听过。是吗？嗯。我听过吗？听过。下雪日啊。像雾像雨又像风。这可没有为难你们的意思。登录元宇宙，每周六中午12点，会员抢先看正片；每周日中午12点，少年元宇宙会员专享，不一样的视角看高能少年再刷元宇宙；每周日。